我儿子已经来日不多，至少也要亲自帮他做好衣服。一针一线就像刺在您身上，在缝制时就像刺在您心上，不是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才接受惩罚。该不会还在等他吧？没有。那不然是什么？就只是爱着他而已。都已经没事了还带这些干嘛？好像是男生的韩服，可是为什么是白色的？1月23日晚间6点，嘉禾万事成，精彩最终回。